哇塞哇塞哦，满满的鸡皮疙瘩都出来，土屋太凤啊，藤原纪香，国民姐夫，对对对，突然间觉得自己的鸡皮疙瘩全上来啊。1、2、3、5，天空变成海洋，然后海洋变成天空。看到旁边，这是我们的周屋。其实这一区呢，周屋是指船屋，每个屋子下面有一个洞，就像车库一样，回家把车子船进，停船进去。对对对，好神奇哦！这一区大概有230间，所以就是一个小小的聚落。老板，好，你先下班，那走，那这个噻。哇，这里好干净，都好想跳下去哦，非常非常清澈。对啊，可以看那个，看到底。我今台湾的テレビ撮影です。11時過ぎになります。はい、出発しますよ。ちょっと台湾のテレビ局ね。行ってきます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行ってきます。这个是包船的，叫海上计程车。海上计程车。对，他们就是在下面养殖那个牡蛎。牡蛎科架，科架科棚。对，有科棚在下面。漁港です。魚の水揚げをするところね。今日土曜日はね、競り場が休みなんで、漁師さんお休み。今天是礼拜六、所以那个渔夫们休息。今そこの左手の平屋の船の中に木の船が入ってるんですよ。あれね、稲の祭りに使うこの船が入ってます。写真の上の船もね、一緒に浮かべて、もう祭りが近いんで、こんな船を2隻ペアボ。その船が向こうに入っちゃうね。対岸のに八坂神社、これ船で渡れます。これエンジンついてないんで、稲の祭り、若い衆の祭りなんで、船で渡ってね、神社の境内若い衆。お父さんとなんかパートナーさんは行かれますか？いや、いや、もう若い人もう40まで。40超えてます？うん、41、一つ超えたと。おそん。ちょっと老けて見えますけどね。実際看起来有点老，可是只差一岁。对对对，卡了卡了卡了，全然 OK 的，不会聊哈。对，这么幽默。现在开始航行了，这么大的船都进得来，表示说这里呢也吃水，可以吃水，是很深的。这个算是内海吗？看你这边是内海，所以真的觉得风平浪静的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这些船屋才可以保存的这么好。现在政府已经把它指定成那个文化财，你看这个颜色也都很统一，都是不能随便改建。政府规定你只能就是保持原本的样子，修缮这样。可是，在修缮的时候就辅助你。听说他们修缮，他们要故意做旧，对，用以前的工法。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车库，现在有船有停进去。この辺りね、ちょっと湾曲して雰囲気が変わってね、日本のテレビによく映ってる場所。松の船、上の船が二隻くっついてると言ったでしょ。そこに浮かんでるんです。あ、他有参加过这样的那个？してましたよ。とてもお話上手で、ご質問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。何でした？彼女何人いますか？今だにね、一人もいない。若い時からね、女性には縁がないんですよ。じゃあ彼氏は？普通に男が好きで、男が好きで。そんな趣味ありません。いや、不是男朋友。こんなをテレビ流すの、こんなダメだよ。
一つずつ投げ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。あ、这个是要喂鸟吗？こっちね。こっ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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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はい。一つずつ。はい、投げて投げて。已经看到一堆零眼睛在现场等了。九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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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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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也上班了上班了。它是放在手上就也会吃。九九九九九九九！哇哇哇哇！哎呦呦呦呦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哦！九九九九九九九！哦，这有接到的。哎，哥们！哦！哎，传球传球！哎，有接到了哦！哦！哦！厉害厉害厉害哦！外野手外野手！哦哎哦哎，近点近点！哎呦，不要再过来了啦，再过来了啦！好有趣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！哇，嗯，难得我觉得他们可爱。哦，原来距离就是一种美。对啊，就像我们这样靠太近会。太近了。植物打出去的时候，要把它接住。我其实还蛮欣赏他们这个美技。到后面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他们开始嚣张了，有一两只想要窜进来，哦，吓到我，啊，吓死我，吓死我，太可怕了。他们真的就像画一样，这些周屋，就是我们生活在一幅画里。原来有这么一个宁静的一个村落，他们的生活模式千百年来都是这样子，宁静在这个小海湾里面。回来了，哎，参加。哎呦，お疲れ様でした。私のところの大幅にカットしておいて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お疲れ様でした。Thank you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海上远距离的看它以后，我们接下来要进到我们的舟屋里面。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是那么古酒厂的外面，光是这棵树就让我感动万分了。怎么可以把一个地方变得这么样的一幅画？你会发现古色古香哦，来这里像呢读一首小诗，走在路上呢读一篇散文。啊，你走前面好，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狗，哎，应该没有鸡吧？没有，好有气氛哦。ただいまです。ただいま。ただいま。はい。ただいま。はい。こんにちは。ただいま。理事长吉田先生。这个传统是有多久的时间呢？300年ぐらいは経ってると思います。然后就住在楼上吗？この建物は船屋なので。船を入れるガレージです。で住んでいるのは道路の向こう側。所以要对得准啊。对。你如果是住歪歪的，可能会开错船。そうそう。で、あの斜めやったら他の人のガレージ。そう。そうです。那有没有曾经风浪比较大的时候，然后淹水这样？大丈夫です。大丈夫です。大丈夫。どうして？ここの稲の船屋がある海は波が立たない。为什么这个一根湾它的海水这么干净？それはね、山が綺麗だから。因为我看到这些家家户户都有这个网子啊，怕小偷进来，还是怕鸟？これはね、鳥とかが入ってこないようにかな。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其实都是木造的房子，靠海边的房子都很潮湿。この稲の船屋のエリア全体が2005年に国の文化財になっておりまして、保存に対する補助も出ますし、景観に対する規制もかかっていますので、船屋が船屋のまま残ってい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。要走近看，这海真的太干净了。那他们小时候会不会自己就跳下去玩？そうそう、子供さんはここで遊んでいますね。我想跳下去。啊呀，真的！我真的要死了！你在这里跳下去，小朋友，他跳完不干，就别给他们抢哎。
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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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哥你在哪里？我好害怕。哥，弹琴人啊，弹琴人。哥，哥，你一定要帮我呢，把那些鬼全部都杀掉。在这里呢，我真的是很害怕。你不用害怕，我现在就帮你杀掉。杀了你，全世界的鬼都没有问题了。啊，不可以这样子了啊！你看看你自己，多像鬼！你不要再咬住，你看看。好，再咬上去。来来来，你上来。你先蹲着。一二三。哥，我已经数到六了，你都没有动。你不要再上来了。我现在就背你背一整天了。哥，前面有鬼。来，炸炸炸炸！快，炸快！我要保活的人。等一下。小花。你不要再杀鬼了，你每一刀都先剁到我的头。那有鬼，打打不上。打鬼之路呢？是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加油。对的。还有一只鬼，又打到你了吗？前方好像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刀匠。Kenji 去哪里了 ？Kenji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带大家去看我们这个好几百年的。你可不可以记录一下我们的剧情？你不然我妹妹跟你背看看，你就知道了。背看看，看看。一二三，我已经数到六了，看去，这把丢了。好，我们去找一把好刀。走，不用背了啦。不用背。来，刀我帮你拿着。打鬼之路好辛苦啊。大概有几度？今だと大体900度ぐらい。啊，它是那个是鼓风机，是手动的，坚持鼓法。对，而且都是他们要看那个火候调整，所以它全部都是手动的。那他们两位其实蛮年轻的，学了多久啊？对，大体7年ぐらい修行しました。多久才能真正当师傅？最低5年修行して文化庁のその講習会受けないとなれない。听说要去打坐啦，开始，好像开始了，因为温度又来了，温度不能等了，要很有节奏的。感觉蛮累的，因为它灰蛮高的。然后它有多重？7kg。我们今天可以那个体验一下吗？有没有3公斤半的？那个三公斤的要当哑铃，太帅了！哇塞，那么哦。有怎么样的方式才能够打出一把绝世好刀？ただ何も考むしろ何も考えずひたすらやるってだけです。右手右足が前、左手は一番後ろを持ってつけてしまって、こっちは動かさないで右を曲げて。这边不要动，用一个杠杆。对。OK， 今日はもう振り上げないで軽く。他是不是担心我怕敲到他？本当にあのそうです。心配しますよね。そう、素人なんで。あっちではなくて台の真ん中をずっと狙う。他刚刚一直有锵锵锵。是什么原因？まずあれでリズムを取ってるんで。はい。あれに合わせて。那有没有需要我的血液？就是我要用我的献我的鲜血啊！只用你的汗就好了，干将莫邪。他说好了，我们切下。这里有很多刀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我用我的汗，准备好，预备动作，来。还不错哦。在中间啊，平台，对，美丽的哦，
好的。哦，你看你满头大汗，有没有考虑用机器？啊，機械で、まあやっぱ思いを込めるために。これでみんなの思いがこもりました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小哥要弄在你的那个人工膝盖哦。就放点 ，OK， 来。我刚最专注的在哪里吗？在哪？就听到他等，我就在等那个最后的声音。这里太冷了，已经不习惯了，已经需要那种呢男人的血汗。没错，真的。好，再进去一次。啊，没有，还是冷一点的。は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他现在要展现的他的作品，上刀仪式的。哦，我记得这个刀柄是它有插销，它现在连插销都要拔掉，要整个更让我们看到刀肉，让我们看到刀的本体。哇！擦干净，这有一个崇敬的心理。现在看到这个刀体的本身，他就整个人的眼神都不一样。请他介绍一下这把刀。まず指輪と腕時計を外れたら外していただいて、どっちも金属同士だと傷ついて、どっちも傷ついてしまうので。然后可以戴一个手套。まず刀鍛冶が自分の名前をここに切るんです。これトモキって書いてある。この姿自体は日本の鎌倉時代に流行した刀をイメージして作られてます。为什么会波浪都会有这个纹路？これまず波紋って言うんですね、こういう模様のことを。で、鋼の組織をこっち側とこっち側で変えるんですね。熱処理をして組織を。こっち側は硬い組織にして、でこっち側は柔らかい組織にするんですね。その境界線が波紋になる。でこうなるようにデザインしてる。那我们现在戴手套是要指挥交通吗？还是可以聊一下？不是，是跳舞。哎，じゃあ持ち方の説明をします。まずこの部分は触っていただいていいです。で、ここを持ってこのまま上に上げて、でこの上の磨かれてる部分は手で触らないように。上の部分はこの布を当ててこういうふうに。哦，还用手垫着。垫着。で、見どころは全体の形姿と黒い部分の鋼の質感。で、あと刃文。でそういうのをライトにこう変えながら見るとよく見える。这个我先来了，有点见长了。这个仪式感要很好的，而且呢，你要对他有崇敬之心。そのまま上げていただければ。哇！不要开玩笑。然后，什么叫做呢？夜见寒光，刀抽出来的时候会跟着月光呢一起重叠，那蓝蓝的光。而且它一定要磨到非常仔细，它后面这些光应该都是手工慢慢磨出来的。そうで手であと天然の砥石を使って。感觉摸起来很滑润。对对，不寒而栗。对。现在 Kenji 你手上拿那个就是原料。对，这是我们的浴缸，日本刀的唯一的原材料。嗯，你不要听完之后，就想洗澡哦。对啊，你怎么被你发现了？我一听就知道，我一看你一转头就想讲那句话。这个产在哪里？これ今島根県で作られてます。これは砂鉄からできてます。玉鋼は日本でしか作ってないです。哎呀，有很多お土産可以看哈。一番上が日本刀と全く同じように作ったペーパーナイフ。おお。でも綺麗。でも。おお。ダメ。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嗯。哦。切纸没有关系。でも綺麗。它可以切纸。哎，大家这么熟了，啊！不用背啊！这衣服，为什么？真的？所以它可以当水果刀哎？这什么原理？它的角度を調節してそういうふうにして。
来的。待待待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不得了了，真的好漂亮哦，好漂亮！我们又回到阿里山的德恩雅纳了，不是啦。全部那个是用稻草慢慢去叠出来的吗？屋顶的部分是用稻草叠出来的，当然下面是木结构的。应该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这个。对，每一间都150年以上的历史了。对，很像在漫画里面、卡通里面看到这样子罗列出来的美景。这个超级无敌美的，你刚刚一下车就是有点被它震撼到。OK 啊，大家好，你看，要加92还是95？对对对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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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茅草做的，所以像旁边的那个小屋顶的那种房子，里面是消防栓，它打开会自动喷水的。消防演习的时候都会很多人来看，这个是紫禁文化财。而且因为它在一个盆地里面，看起来就是那么的很重要的位置。是。而且你们发现它上面是有那个青苔的，对，好美哦，美到不行。嗯，你看除草，因为现在很多屋子还是有人在住嘛，对，都是一般民众的家。你赶快，对，因为我们正在拍摄，而且你走进来，人就喘了，不行啊，我哪有喘？到了，就到我们这个民俗资料馆，就是村子里面除了说他们的传统以外，他们还特别整理出一个屋子，对，让大家可以了解里面真正长什么样子。他们上面这个跟我们一般的那种稻草的不太一样，然后那上面那个横梁那个是什么用？什么作用？上面那个是雪切，就是下雪的时候它把雪分开来。它很厚哎，小顺，而且里面层跟外面层是有所差别的。这感觉里面这一层是比较细，感觉里面可能比较更能防水，还是？而且他们会经过几十年，就看它的状况，然后再一次翻修一下。它每个环节都是用绑的，都是手工的。对对对。而且里面呢，真的有历史的味道。这是他们的灶，对，以前的灶一定都会有这个。你说外面是茅草嘛？对，其实他们会烟熏，然后这个煮下去就有很多烟，是。然后烟熏有几个效果，就是把除湿，然后茅草的缝隙那些煤灰把它填起来，更不会渗水。对啊，防腐，对对对。然后我想躺一下，我感受日本人已经睡了几百年的一个老屋子，对啊，感觉那种地气。你算过这个盆地的风从哪里来？对。而且很通风，自然风，还有那个风铃，以前的使用的这些东西都保存下来，不能起心动念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问人家有没有要卖。这些古房子啊，都会有一个叫做葬的地方，储存东西、贵重物品、储物间的概念。对。这幽静啊，对，九弯十八拐。哇，地上这块石头就厉害了，这个已经不知道踩了几百年了，上面的那个骨溜有没有？哇，就是要进我们这个葬，你看它都没有窗户哦，这个门的厚度就是这样子，这么厚，
旧鞋保存得很好，老拖鞋，以前的农具啊，纺织的用品，这个风筝不算了，我一定要卡干了，工具，对，脑筋用。这个阶梯还蛮高的，我在下面接着。哎呦，我看到喜欢的东西了，老翁老酒瓶。下面是竹子，刚好可以漏水漏下去。对，真的哎，海水做的会哈。对啊，对，前面这个看起来更有 feel。这个是我们的牛小屋，这些农家牛都是伙伴，所以在房子里面都有为它。牛也是住在屋子里，以前是没有我们现在踩的这个地方，然后牛就可以直接这样牵进来。上来的那个茅草的那个味道，直接看到屋顶上的每个结构，那个味道闻起来非常香。楼下就是客厅嘛，然后楼上就可以休息，这样真的算是凉爽哦。对，天然的冷气，而且它四边都是通风的哈。对，而且看这些木材就已经确定一件事情，不是去木材行买的，对，大小粗细，然后的长短都不一样。这边除了这个就是展示用的资料馆以外呢，其实有很多也改装成咖啡厅啊、艺廊啊，然后有卖一些小东西，有吃的东西。到了梅山呢，可以选一个明信片，然后坐在这个盆地环山之中，是把美山美美的山寄回去。我们刚好在这边可以咖啡厅有没有？对啊，可以坐下来点杯咖啡或者饮料，然后吃他们的欧米亚给。带着满满的祝福，要把它寄回去，来哦。好，对对对，去吧，希望回到家就能收到哈。会不会太方便了啦？你说这个是休息站，日本有很多的那个大的休息站，这一站就是从美山的跟京都之间有一站叫河，这个大家呢有可以上厕所，可以吃东西，可以吃便当，但是呢这一河这一站特别厉害，是在后面的这一条游梁川，游梁川里面有很漂亮的香鱼。而且大家可以呢在后面呢体验了，他们有弄一条小小河，让大家下去抓香鱼，可以自己的香鱼自己抓，自己的香鱼自己抓，抓起来自己烤。那我们来抓香鱼自己吃吧，耶！来，我们要把它包围起来，才能好抓。我有个方法，怎样？怎样？把它赶进来这里。我设了一个陷阱。好肥啊！哎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我从那边，你从那边赶进来。有，手抓不到，用拖鞋抓。哎，好，完了，完了，哎，真的抓得到。
这样子我们不能掏假波了。对了，我们把拖鞋放回去。人家，人家都没有掏假波。我们试看看用手可不可以抓到。啊，如果自己抓自己烤，你们今天可能吃不到东西耶。还有我刚刚有看那个价目表，还有一尾多少钱？我们直接跟老板讲好了。要尽量把他们赶到那个边边角角，边边角角才可以。看你们还是用叫的比较快。好了，不用，我们用叫的好了啦。但是我真的很有乐趣，抓到你看一只就有很有感觉。哎呀，对对。哦，你看孩子抓到一只多开心。对啊，这个全家呢在河边，真是和乐融融啊。对，寓教于乐哦。到了。是鲨鱼吧？这两个是在休息站里面买的。嗯，这个是小香鱼，小香鱼腌制的，像一波一样。然后这个是里面有包香鱼的，外面是整个是昆布。哇塞，里面都是蛋呢，满满的。当然里面烤得非常非常酥。嗯，好好吃哦！他们那种日式的那种酱油，你觉得是整个都浸到里面去哦，起鸡皮疙瘩的舒服，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很好吃哎！这个鱼干特别掺了一点新香料，嗯，特别的飘香，它烤的比较脆。那我们要来表演一下的香鱼拔剑秀，来，我们来要请我们的，请我们那个京都的长官来，啊，走走走走走走。You look at this. This is. This is. Are you? Are you? No. Are you can show? Oh, massage. And this. できる？可以可以。好，那那要要压一压。ちょっと待て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センジ。ケン。ハズ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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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、二、Are you can？啊！太高！哎，真的真的，日本の人は、他要知道的日本吃法。OK。哦。连骨头一起吃掉。嗯。喉咙麻麻，喉咙麻。来 ，come by，come by，come by，are you？Are you come by？Are you come by？ 嗯。我是。嗯。有有有有。頭の方が苦くて美味しいの。これ食べた方が健康的だしね。因为它烤的比较酥，很细致这样。哇，嗯，好了，一起一起。哎呀，这回嘛，哦，嗯，这个季节是最肥的时候。嗯，哦，对，刚好那个香鱼的大小适中，那个蛋也很好吃，哦，很脆。嗯，然后还有其他的肉，还有内脏可以。就来这边，没有想到一个公路的休息站，竟然有丰富的人生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